今天可真热，咱们到庙门口去歇会儿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劳驾，这儿到城里还有多少路啊？喏，这不就到了吗？顶多不过三里路。哦，你们到城里去干嘛？去找一个姓刘的裁缝。就是那个东门的刘裁缝啊。对了，我送孩子去拜他做师傅。我跟他是老街坊了。哦，这位大叔您贵姓？我姓王。根宝，叫王大叔。王大叔。哎，小裁缝。这个新娘子是从城里嫁到乡下去的吧？啊，不，男嫁女嫁都在城里。那为什么百花轿抬到城外来呢？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，花轿啊得出城绕个圈，这叫找喜神。哦，哎，根宝，我们得走了。王大叔，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。您就是刘师傅吧？是啊。我们是从宁波来的。哦，您就是张大嫂啊？怎么杨大哥没陪您一块来啊？他乡下事情忙，走不开。哦，根宝叫师傅。师傅。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到里边坐，里边坐。师傅。您请上座吧，让孩子给您磕头。等一等，我先穿件袍子马褂。好，那我们先把香蜡给点起来吧。凤英他妈呀，把箱子开开。干嘛？宁波的那个孩子来拜师傅了，我穿着马褂。得了吧。收这么一个小徒弟，还要穿马褂，你耍什么老骨头？好，好，好，不穿就不穿吧。妈，我也下去看看。不许去。师傅，您请坐。好好。借别人的穿穿，这总不见得犯法吧？根宝，磕头。哎。好了，让他上去见见师娘去吧。凤英啊，凤英。哎。还这孩子吓我一跳，来来来，见见你师兄来啊。根宝啊。这是你师妹，她叫凤英。凤英啊，你带她上楼看你妈去。来吧。师傅，我这孩子自小就没了父亲，一直也没人管教。他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您尽管打他骂他好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，这两年你们乡下还好过吧？甭提了。自从日本鬼子来了，这日子简直过不下去了。哎，到处都是一样哦。哎，老裁缝，哎，我们太太一样做好了没有啊？好了好了，我这要送去呢。怎么，你今天过生日啊？不，我今天收了个小徒弟，我待会儿是要带他到你们赵公馆来，让他认认路。那你马上来啊。哎，我们太太等着那件衣裳穿呢啊。是。
见过师娘了。根宝，妈走了，好好的跟着师傅，要听话啊。你放心好了，张大嫂啊，等他满了事之后，把他送回去看你啊。根宝啊，我现在带你到几家公馆里去啊。你记住啊，此地就是赵公馆，是这个城里头最阔的一家人家了，比咱们刚才去过那几家还要阔的。李大哥，手机还好吧？还好还好。哎，还得在上来等着你呢。啊、哦。不行不行，你回去吧，这个事我可办不了。求求您无论如何帮帮忙，谁不知道这个城里只有赵老爷一个人跟东洋人勾得上交情。我交情，可是我们老爷也不能白麻烦人家呀。我明白，不过您说的那个数目太大了。那你顶多能拿出多少呢？我想你尽管说好了，这个老裁缝不是外人。啊，是是，您说这个数目可以吧，赵太太？好吧，我一看你可怜。哦，赵太太，您真是我的大恩人。您要点点吧，搁那好了。啊、哦，是是是，啊、那我走了啊。太太，这人托您什么事啊？他有一片鸦片烟，叫东洋人给抄了去了，他来托我们老爷给想想办法。哦，太太，今天我收了个小徒弟。哦，根宝叫太太。太太，嗯。太太，您要不要试试啊？不用了，拿进去收起来吧。老裁缝，这笔钱你也给我放出去吧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这笔钱可是我自己的，你别让老爷知道啊。哦，我有数，我有数。这件旗袍是哪家的？这是又是那狐狸精的。你也用不着瞒我，我们老爷外边有人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哎，那女的长得怎么样啊？美不美？老裁缝，我可一直拿你当自己人看待啊。是是，以后小公馆要有什么事，你可得常常来告诉我啊。那是是是是是。根宝啊，你肚子饿不饿啊？我倒有点饿了，咱们再跑一家就回家吃饭去啊。咱们现在到这赵老爷的小公馆去啊。哦、老爷，太太，您的衣服给您做好了。老裁缝，这是谁？这是我小徒弟。我还当他是你的儿子呢。我没儿子。我就一个女儿，她比我还强呢，我连个女儿都没有。好，我肚子不争气，你再娶个会养儿子的好了。哎，得得得，赶快换衣服，人家还在等着我们。太太，您试试吧。我不去了。哎呀，我的好宝贝儿，你就别搭架子了啊。我偏不去，你就知道拿我去巴结东洋人。这什么话呢？我就不懂，你家里搁着那么一位好太太，你为什么不带她出去应酬呢？她还就凭她那副长相。老裁缝，告诉我，她太太长得怎么样？听说胖胖的，挺福相的，是不是？今天下雨，凤英不回家吃饭了，你把这给她送到学校里去。哦，这把伞也给她带了去。
饭还要吧？不要了。你吃过饭没有？没有。等你回去，他们一定把菜都吃光了。那，你这个带回去吃吧。我不要。你拿着好了。拿呀。不。傻瓜。那我走了。哦。哎，你忘了拿雨伞。这是师娘叫我送来给你的。那么你自己呢？我不要紧。三六的一十八，三八的二十四。你在算什么呢？就是赵太太托我放个小皮匠的钱呢，明天到期了。别人总在背后说你放印子钱，你犯得上吗？你又没有大好处。话不是这么说呀，人家赵太太看得起我，我能不好好给人家办事吗？赵太太，谁不知道她男人巴结日本，他们欺负老百姓。骗你，还拿他们当好人。爸爸，我们学校里都说赵老爷是汉奸。哎，凤英，不许胡说呢。爸爸要烫脚了，下去给我拿点热水来。让根宝拿上来好了。根宝，根宝，这小子一定又在打瞌睡了，让我瞧瞧去。你偷东西吃，啊，师娘，连我的咸鸭蛋你都偷了吃，你的胆子可越来越大了。师娘，我没偷。你没偷，这咸鸭蛋是哪儿来的？你说。我说呀。我自己买的。自己买的？你哪来的钱？我妈给我的。你还撒谎。妈，别打他，这香蛋是我给他吃的。你还帮他撒谎？是我给他的呀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？他吓糊涂了。根宝，爸爸要洗脚，快拿点热水上去。你这丫头，让你这么护着她。哦，哎，那我自己来吧。哦。哎，根宝，你脸上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又是师娘打你了吧？哎。几个钱，要就拿去，不要拉倒。公事公办，这可不是什么讨价还价。我拿不出怎么办呢？拿不出也得拿。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刘彩芳，你这个女人太不讲道理了。又不是你们一家，每一家都要捐的。捐呢？什么捐呢？咦，今天不是清明节吗？城隍庙里唱庙台戏。是是是。每一家都得捐十块钱。哦。得，我给您十块钱，书条给他。哼，要是每一家都像你们这一家，那我们这差事还当得了吗？是是是是。哼，算你酷，一下子就拿出这么许多钱。算了算了。他们都说今年这台戏是赵老爷发起的，他一定捞饱了。我们也到城隍庙看戏去。看个屁，我气都气死了。哎，钱已经出了，干什么不去看看呢？也好捞到几个本钱回来。凤英啊，待会儿爸爸带你去啊。啊。哎，根宝，回头替我们带条板凳。哎，要看戏啊，就得舒舒服服的看。你啊，怎么？你们去看戏啊？啊，
这种戏有什么好看呢？他们又不肯花钱请好班子。我们出了不少钱来，还不是给赵老爷他们揩油了。大婶，这就是花轿啊。是啊。凤英，等你长大了，王大叔抬你到婆婆家去。刘大哥，哎呀，你也甭去看戏了，咱们喝两桌怎么样？爸爸，我可要看戏。我看这么着吧，叫根宝陪你去，待会儿看完了戏到这儿来找我来啊。根宝，咱们走吧。坐。哎。走，你们到后边去吧。这儿空气真不好，全是臭味儿。怎么了？走。哎，您拉我干什么？不叫你在这看戏。为什么？你站这儿看好了。离那么远，那我也不要看了。你不肯拉倒。我一点也听不见，这批王八蛋呢就会欺负我们老百姓。你瞧着吧，等日本鬼子打垮了，像赵老爷这种人呢都得枪毙。好看了，戏还不是一样的戏，是你自己人没有从前好看了。这离开戏台又远，一点都听不见。是啊，好位都让赵老爷他们占了去了。王团长太累了吧，这种戏本来是不配招待贵客。哪里哪里，我们在重庆抗战八年也没什么功夫看戏。前两年我们这儿给日本鬼子糟蹋得太厉害了，简直是民不聊生啊，兄弟也没什么兴致办这种庙台戏。那个时候日本人老想利用我，我干脆给他一个不合作。好容易熬到现在了，我又有机会给地方上出一点力了，而且又碰上王团长这样贤明的长官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哪里？哎，你上哪儿去？我一会儿就来。陈主任，你不是说等日本鬼子打垮了，像赵老爷这种人都得枪毙吗？怎么现在日本鬼子走了，还他们的天下呢？我也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情。我腿都站酸了，我不帮你看了。那我们到庙里去逛逛吧。太太，您问什么事情啊？
我想问问观音菩萨，我的命里有没有儿子？哦哦。太太，您放心好了，您将来呀，准有一个儿子。可是我等不到将来呀，我们老爷总是跟我闹，说我不会养儿子，他总想另外弄女人。您把这个签诗啊给他看好了，我这儿的观音菩萨是再灵也没有了。阿弥陀佛。根宝，你们今天也来看戏呀？哎，凤英，你爸爸怎么没来呀？他在家里陪着我妈。哦，你妈的病怎么样了？真讨厌，还是老样子。哎，这儿的菩萨最灵验了，你要不要给他求一个仙方啊？不用了，他在吃医生给他开的药呢。嗯。太烫了，这药我真不想再吃了，找了这么多医生，花了这么多的钱，害你背了一身的债。哎，你别着急呀。凤英到城隍庙去看戏，怎么到现在还回来呀？不要紧的呀，我叫根宝陪她去的。这个丫头这么大的人了，还是这么喜欢玩，我像她这个年纪不是已经嫁过来了吗？是啊，一辈子的裁缝，自己倒穿了一辈子的破衣服。凤英爹，啊，我自己知道，我这个病反正是好不了了。哎，别胡思乱想的。我又不是怕死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件心事丢不下，就是凤英这个孩子。哎，凤英他妈，嗯，提起凤英的事来，我倒有个主意，我一直也没敢跟你提。我觉得根宝这孩子挺不错的。去你的吧，我嫁了你这裁缝吃了一辈子苦，还能让我的女儿再去嫁一个裁缝啊？哎，你别看我没出息呀，裁缝也有发财的呀，那上海许多时装公司不也是裁缝开的吗？来喝吧。啊，爸爸。啊，你回来了。妈，你让凤英来喂我吧。啊，哦哦。凤英，嗯，照你爸爸的意思，他觉得根宝这个人还不错。可是我呢，我总觉得做裁缝的没什么出息。凤英，你自己的意思怎么样？你说呀，跟妈说有什么难为情的？我说有什么用呢？反正你觉得做裁缝的没出息吗？哦，这么说你也喜欢根宝。妈，嘿，你倒是跟你爸爸一条心啊。妈，药凉了，你喝吧。啊，他也说起了你。我？他说爸爸觉得你挺好的，还问我的意思怎么样呢。那你怎么说呢？我没说什么。后来我妈就答应了。哦，她病了。根宝，我妈从前待你不大好，常常打你骂你的，你不恨她吗？从前我是恨她的，不过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她是你的妈呀。再说她是旧脑筋。上一辈子的人，大家都不拿学徒的当作人。可是我总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好的。比如说，我将来收了徒弟，你这个做师娘的总不会再打徒弟了吧？你这你都讨厌死了！别闹了，给人家看见了算什么？我爸爸上哪去了？他去给赵太太送衣服去了。
太太，这是皮的呀，这是皮的，皮的也得有样子。是是，那我再拿回去给您改改吧。你做几十年裁缝了，怎么越做越回去了？不瞒您说，这是我徒弟做的，我这两天心里头乱得很。怎么，你老婆的病又厉害了？是啊。哼，不是我说，像他那种病啊，还是早点死了干脆。我打算呢，给他换个杨大夫瞧瞧。太太，您，我真不好意思再跟您开口。我想。怎么又要借钱了？是啊。不行不行，你自己想想，为了你老婆的病，你前前后后跟我借了多少钱了？是是是。说真的吧，这两天我自己还等钱用呢。哦，那我另外去想办法。根宝，哎，小狗子，我麻烦你一件事情，成不成？成。这件大褂太长了，你替我改一改，明天我要穿的。怎么，你明天要做客？明天我妈要带我去。去哪儿？明天我带她去相亲去。小狗子，那你该请我们吃喜酒了，我马上就给你改。谢谢你，根宝，你们家来了什么客人了？没客人，是马大夫的车子。你师娘的病怎么样了？老没见好。师傅，嗯，马大夫怎么说？他说不行了呀。他开了方子没有？我去买药去。没开方子，就打了一针。老太婆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太太在发脾气呢。她叫你改的皮袍，怎么老不给送去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明天一定给送去。你说话可得算数啊！哎，别让我一趟一趟的白跑啊！是是是是。根宝啊，这几件衣服你拿去当一当。当啊，当出来的钱你把赵太这个皮袍子给赎出来。哦，哎，师傅活了这么大年纪，没干过这种事情。你看这个怎么样？这太小了，这种东西怎么能够送给王团长太太？哎，这个可不行，我自己还要留着呢。你别舍不得呀，这又不是白送给他的。那你得买一个比这个大的还给我。当然当然了，这一次我跟王团长合作，一定能够发一笔大财。你说的就是抽壮丁的事啊。嗯，你想，每一个人头上我们赚五担米，十个人就是五十担，一百个人就是五百担。太太，老裁缝的女儿送衣裳来了。哦。哎，你进来吧。太太，老爷。哎你父亲怎么不来呀、
他到乡下去给我妈看坟地去了。什么？你母亲死了？人家已经死了好几天了。哎呀，可怜可怜的。太太，您的皮袍子改好了，要不要试一试？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凤英。哦，凤英，你以前来过这儿没有啊？啊，怪不得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了。凤英，你有了婆婆家没有啊？啊？太太，还合适吗？嗯，马马虎虎，就这样吧。那我走了。好。哎，凤英，明天叫你父亲来一趟。好。哎，你叫他父亲来干什么呀？我看他老婆死得挺可怜的，我想借几个钱给他。哼，得了吧，你安的什么心眼我还不知道啊。你看上老裁缝的女儿了是不是？呸，别做梦了，已经有了一个狐狸精还不够啊，还想再找一个来气气我呀。哎，太太，你不想一想，咱们也这么一把年纪了，连一个儿子都没有，早晚这一份家当交给谁去？再说我这也是为你打算的。啊，为我打算？你想，我要弄一个女人那还不容易，我就怕那些窑子里的姑娘跟你合不来，害你生气，所以我想弄一个小家碧玉，就跟你住在一块儿，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么你现在那个狐狸精怎么办呢？他脾气又坏，又不会养儿子，你瞧着吧，我一定跟他一刀两断。我跟你说了半天，你怎么还是想不开呀？老裁缝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什么女人弄不到手？是，我这是看得起你。是是是，不过我那个女儿啊，她已经有了人家了。谁呀？就是我那个小徒弟。哦，小裁缝。是，那还不容易，给他几个钱，让他另外再娶一个好了。就是我的徒弟愿意，我那个丫头也不肯呢。怎么，我赵老爷难道还比不上一个小裁缝？啊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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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这么。老爷，我们虽然是穷人家，可我也不愿意叫我的女儿做姨太太呀。我并不拿她当做姨太太，我已经跟我太太商量好了，就算是两头大，照样做花轿拜堂。老爷，您别叫我为难了，这个事情实在办不到。好，你回去再仔细的想一想。是是是是。哎，你要放明白一点，我跟我太太一直待你不错呀。是是是。他妈的，碰钉子了吧？那个老家本来嘛，人家一朵鲜花似的人，凭什么要嫁给你这个糟老头子？你可别拿话来气我，我姓赵的连一个裁缝的女儿都弄不到手，我还能在这地方上混吗？你瞧着吧。老爷，王团长来了。哦，王团长。哦，赵太太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，你送我太太那个钻戒太贵重了。哎，一点小意思。请坐下谈吧。哎，好好好。请。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两天我在城里城外抓到了600多个壮丁，我一算呢，我们两个人就有3000担米的好处。托福托福。托福。我现在还在一件事情，我想在城外碉堡算是防备共产党的，将来在工程上我们又可以大大的捞一票了。是是。不过这件事情还得请老兄出去推动推动了。哎，当然当然。哎，我也有一件小的事情要麻烦你。哦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张根宝，是个裁缝，今年大概20多岁。照他这个年龄，本来抽壮丁就该轮到他了。是啊，我们先把他抽得来，慢慢再收拾他。那还不容易，就是枪毙他也算不了一回事啊，我随便加上他一个罪名好了。那好极了。不过也不要马上枪毙他。怎么？哦，我明白了，
你是想留着他跟那个裁缝西施办交涉，对不对？根宝，哎，小狗子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酒啊？还吃什么喜酒啊？哦，你们有大秤没有？借我用一用。你拿去称什么呀？称米，我给他们抽壮丁抽去了。抽壮丁，他们给我两担米，说是安家费。小伙子，那你要去当兵了？不去也行啊，他们要我20担米，我怎么拿得出呢？根宝，你尝尝，它够咸的吧？太咸了，你做菜总不在行。本来嘛，妈活着的时候什么事也不要我做，现在只能一样一样的学了。爸爸，你的酒烫好，要不要先吃吧？赵老爷叫你去干什么了？哎，他要你嫁给他。啊？那个老王八蛋，他想要凤英。看错了，我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。那您没有答应？嗯，我拿定主意了，我想让你们两个早点结婚。可是妈才死了没几天呢。现在这个年头还顾得了这么许多呢，根宝啊，你写封信叫你妈来啊。嗯，她来也很麻烦，我想写封信告诉她就是了。哦，那也好。凤英，我不会写字，这封信可得你代我写。哎，对，凤英，你替她写啊。还有什么别的话吗？你先把写好的念给我听听。母亲大人，来信非别，因为师娘去世，师父有意叫我跟凤英妹。念呢。师父有意叫我跟凤英妹早日成亲，本想请大人前来主婚，恐怕路上不太平，所以请大人不必前。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薛公子，抽壮丁的。抽壮丁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凤英啊，你先别着急呀、啊，你看人家小狗子不也给抽去了吗？我听人家说，抽去的壮丁先得训练好几个月呢、啊，不一定就去打仗去了、啊。啊？我们要不要写封信告诉他母亲？哎，那不好，他母亲年纪大了，会急出病来的呀。啊、哦，李大哥，哎，我们老爷要做衣裳，叫你马上去一趟啊。哦，我就来啊。老爷，哦，你来了。是，太太不在家，她出去打牌去了。啊，是。我想做一件马褂，我的尺寸反正你有数。嗯，是是是。你老婆几时下葬？就这几天。也好，你也可以了了一桩心事。是。这么说，这两天你一定很忙了。是啊。其实今天你也不必自己来，就让小裁缝来一趟就是。您不知道啊，我
我那个小徒弟抽壮丁给抓去了。哦，哎，我那个丫头啊成天的冲着我哭，这也难怪她。我们想去看看她去，给她送点衣服，可是那个地方的不许我们进去。你们想看看她？是啊。哎，那好办，拿我的名片去好了。哦，那可真谢谢老爷了。王团长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哦，是是是是，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啊。根宝啊，师父，我们找了很多地方才知道你在这儿。根宝，他们为什么把你关起来呢？我想逃走，又给他们逮住了。哎，你干嘛要逃走呢？我凭什么替那批王八蛋打仗？别嚷嚷啊你！小心着点啊！现在他们打算把你怎么样呢？我是逃兵，逮住了就得枪毙。枪毙？嗯。师父，别的倒没什么，就是我那娘，您还得给多多照应。凤英，我真对不起你。根宝啊，你也别着急。我们马上去求求赵老爷，求他给帮帮忙吧。不是我不肯帮忙，这事情实在是有点麻烦。不过这得怪根宝他自己呀，为什么要逃走呢？这一下子罪名可就大了。求求老爷，您总得给他想个办法啊。刚才我跟王团长已经商量了半天了，他怎么样都不肯答应，他说非枪毙不可。枪毙？后来呀，我又跟他说，就是要枪毙，也过几天再执行，好等他母亲赶得来呀，再见一面。可是这王团长还是不肯，他说明天一定得枪毙。您爸爸？哎，凤英，他自作自受，活该嘛，又何为他伤心？你年纪轻轻的，还怕没有人要吗？我问你，上一次我跟你爸爸提起的，他回去跟你说了没有？老爷，我们实在看不上。哼，本来这也不能够勉强。凤英，你不肯嫁给我，你情愿替小凤守寡，这也是你们的名分啊。老爷，我求求您做做好事。我这个人就喜欢做好事，我已经预备好了，明天你们到刑场上去收尸。买棺材的钱由我了。不不，老爷，你一定得救救他的性命。这个，老爷，您要是能够把他救出来，您说什么我都答应。真的，凤英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可不是闹着玩的呀。哎，他自己已经答应了，你拦着他干什么？你这个做父亲的，简直是太封建了。可是老爷，你得先想法子把他放出来啊。哎，我马上去想办法。他放出来一面？哎，可以可以，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，只许你们见一面，以后可不准来往。爸爸，你该上去睡了。哦，没几针就好了呀。啊，你还忙这些干什么？哎，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虽说没什么陪嫁吧，多少总得像个样子呀。我又不是好好的出嫁，简直就是卖给人家嘛。我本来就不愿意，是你自己答应嫁给赵老爷的。别提了，爸爸，他们怎么还不把根宝放出来？我也在这儿嘀咕着呢，这明天花轿就要来了。哎呀，咱别上赵老爷的当啊。他们要把根宝放出来，说什么我也不上花轿，哪怕把我给杀了。他们倒不会杀你，
怕他们把你给抢了去。谁呀？我是根宝。根宝？根宝，你回来了。师父，根宝，真奇怪，一会儿又把我放出来了，说我是独养儿子，用不着当兵。凤英啊，你快给他预备点东西吃吧，他一定饿了。哎，来，坐，你歇歇吧。哎，师父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？这是凤英的嫁妆啊。哦，凤英，师父真热心，他把我们新房里东西都预备好了。我好像在做梦，一会儿要枪毙，一会儿又要做新郎了。凤英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根宝，你明天回到乡下去吧。乡下去干嘛？你回去了也不用再出来。啊？我们以后也不能再见面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明天就要出嫁了。嫁？嫁给谁？赵老爷。赵老爷？根宝啊，师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根宝，你听我慢慢的告诉你。不，爸爸，你别告诉他。为什么不能够告诉我呢？何必告诉你呢？哦，我明白了。你一定以为我给他们枪毙了，不能够活着回来了，你就变了心了。哎，根宝，你听我说呀。爸爸，你别说，让他恨我好了。哼，本来嘛，我一个做裁缝的，怎么能跟人有才有势的赵老爷比呢？根宝啊，你太过分了，你难道你不知道他全是为了你呀？为我？哼，你不想想他们为什么把你给放出来？哎，这全是赵老爷的面子呀。可是赵老爷为什么想法子救你呢？还不是为了凤英吗？凤英，凤英，我真该死，刚才我太糊涂了。我不怪你。可是我不能让你嫁给赵老爷，要这样我情愿也让他们枪毙。不，那不能死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我已经放出来了，我们赶快逃走吧。逃走？嗯，那太危险了。你怕什么？我自己倒不怕，我是怕你，要是你再给他们逮去了，那你就更没命了。情愿冒这个险。不，我们就是逃得了，他们一定也会把爸爸抓了去的，我怎么能让他老人家受罪呢？凤英，你别三心二意了，明天花轿一到就什么都来不及了呀。不，说什么我也不逃。哎，根宝，根宝，根宝，他们把你放出来了。没想到正赶上吃凤英喜酒。是呀，我们也怪难过的。他今天就坐这顶花轿。嗯，王大叔，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跟您商量商量。咱们到屋里去说吧。好。你知道凤英嫁给赵老爷是为了救我吗？是的，我听你师父说来的。
我劝他逃走，可是他怎么的也不肯。我想来想去，只有找王大叔给想一个办法。这个，王大叔，你是看着我们长大的，你也知道凤英是真心的跟我好，说什么你也得帮我们一个忙。好，你交给我吧。这件事情啊，一人也办不了。好在他们都是我的好弟兄，也都是你的好朋友，他们都恨透了赵老爷了，他们一定肯帮你的忙的。那好极了，我已经有了主意了。哎，老三、政府，你们都来。根宝有一件要紧的事，要我们大家帮忙。好啊，回头啊。花轿到了，咱们快点吧。怎么样了？都预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爸爸，别难过，以后爸爸常常来看你啊。跟爸呢？他一早就走了呀。走了。啊。凤英，你别难过了，跟宝总算运气好。不像我们小狗子，抽壮丁抓了去，还不知道死活呢。爸爸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怎么你后悔了？哎呀，丫头啊，现在太迟了呀。亲家老爷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可以上轿了吧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叫亲家老爷。亲家老爷，这就是我女人，今天就是她做喜娘。呵，今天你们夫妻两个挣了双份喽。她是外行啊，回头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请你们小姐多包涵着点啊。哎，好说好说。你们慢点走啊！你们走得这么快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哎呀，我的脚也疼死了。咱们到前面庙门口歇会儿吧。好好。舅娘子早点拜堂不好吗？太早了也不好啊，时辰没到呢。那我们就在这儿多歇一会儿好喽。哎，老三，哎，我来推装怎么样？好，好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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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李大哥，你来不来？好啊。李贵，今天你要赌钱了，会别误了时辰。没关系嘛，反正时候还早着呢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
还有张牌呢，哎，拿来呢。你拿来呀。拿来拿来。你拿来。拿来。你拿来嘛。刚才嘛不许我赌，现在嘛自己也要来了。不来就不来好了。哎，李大嫂，你别走啊，随他去好了。李元呀，来呀，李元呀！你这个人，叫你来嘛又不来了。哎，好了吧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摊牌吧。天土，慢着。至尊豹，啊，李大嫂啊，你们当家的输的可真不少哦。叫你不要赌钱，你看你输了多少？你甭管，李大哥。你今天手气不大好，叫李大嫂来给你换换手气吧。对了，让我看一只啊。你什么？喏，咦，哎，都有都有。有你的。来的猪叫啊，管他猪叫牛叫啊，对啊，管他呢。我们该走了吧？忙什么呀，才赢了这么一点钱。哎，待会儿错过了时辰可不是玩的啊。对啊，走啊，走走走。对对对对，我们都输了钱，没有气力了。凤英，你看他们已经走远了。那现在我们上哪儿去呢？到我家里去。你看你这个怪样子。真是对不起啊。您太太怎么没来呀？她昨天到上海去了。怎么，消息不大好吗？也没什么，不过她们女人胆子小，我就让她暂时离开这儿。听说共产党要渡江，有这么回事吗？那完全是谣言，我们在军事上是绝对有把握的。对对。花轿来了。是的是的。
王团长。洪老，你这次大喜全亏了我，你该怎么样子谢我呢？回头我叫新娘子多敬你几杯酒吧。新娘子，这么热的天，闷坏了吧？啊！啊啊来人呐，把他拉出去枪毙。抓住他，抓住他。李贵。老爷。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真奇怪呀，我明明看了新娘子上轿的马，就变戏吧也没这么快呀。放屁。是老爷。还叫做人呢。赵老爷，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哎，混蛋，你们全跑东西。王团长，请你把他们都给抓起来。行，来人呐，带走。王团长，最要紧的是那个老裁缝，我马上派人把他抓来。老爷，天地良心呢，我实在是不知道啊。不知道不知道，问谁谁都说不知道。我看也不用多问了，干脆把他关起来算了。关起来？我犯了什么罪了呀？你的罪名可大了，窝藏逃兵。把他带司令部去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去，走。你起来了，默默你早啊，根宝呢？他一早晨起来饭也没吃就去打柴了，你在给他做汤团呢？是啊，他从小就喜欢吃汤团，这是道地的宁波点心。回头你也多吃几个啊，乡下地方没什么好东西吃，真是怠慢得很。父母，你又要把我当客人了，你现在还没做我的儿媳妇呢，总是客人呢。凤英，哎，我真想早一点把你们的喜事给办了，可是现在兵荒马乱的，什么东西也没有，我就怕委屈了你。伯母，你还说什么委屈不委屈呢？我不是为别的，我只是惦记着我爸爸，我真着急，不知道他们把他怎么样了。根宝，你怎么了？慌里慌张的。你们还不知道呢，国民党军队已经往后退了，外面乱极了，到处抢东西。真的？这下子可真好了。听说共产党军队已经过江了。真的过了江了？那怎么办呢？该死该死，全是王团长害人。他再三跟我说国民党军事上绝对有把握。谁叫你那么相信他呢？别说了，他待我们总算不错呀，他已经答应我们跟他一块儿逃走了。那也不能说走就走啊，我那么些个箱子理一理就得三天三夜。哎呀，我的好太太，现在逃命都来不及了，还带什么贵重东西，多危险呢。怕什么，我们不是跟王团长一块儿逃走吗？哎，现在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败下来了，到处乱抢，还管你什么团长不团长？那怎么办呢？我想只有一个办法，我们把贵重的东西带走一部分，剩一个靠得住的人交给他保管，万一路……你就找这么一个人？所以我在着急。我倒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再好也没有了。谁呀？就是那个老裁缝啊。老裁缝？可是你把人家关起来了，人家还肯帮你的忙啊。这倒不要紧。怎么呢？这一次是我得罪了他，跟你没关系，现在还得请你出马。我？你先去看他一次，跟他多说两句好话，一方面我再把他放出来。哎呀，老裁缝，你瘦多了。是啊，太太，我可真没想到您会到这儿来。我一直都在惦记着你。是是是。今天我亲手给你烧了两个菜。哎呀，太太，这个。坐下来谈吧。
坐坐坐呀。是，太太，我在这关了那么些个日子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打算把我怎么样呢。哎，别提了，为了你的事，我不知道跟我们老爷吵了多少回了，我简直就要跟他离婚。哦，他这个人哪，真太岂有此理了。他要娶你的女儿，我本来就反对，这回你女儿逃走，他又把你抓了起来，我就知道你是冤枉的。是啊，太太，我是一点儿不知道吗？所以啊，我就一直跟他吵，要他把你放出去。今天他可认了错了，回头我叫他来给你赔个罪啊。这可不成，这我不敢当啊。这个他也没脸见你了，他已经给你找破保去了，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出去了。是啊。啊，哎呀，太太，您可待我太好了，我怎么报答您呢？这是。我现在给你送个信儿。是，我要走了。哎哎，老裁缝，哎，这几个钱你拿着，回头出去剃个头，洗个澡，去掉点晦气。哎，太太，这你……哎，拿着吧，拿着吧。那我谢谢太太了。谁呀？是我呀，老裁缝。太太，太太，您怎么来的？哎呀，外边不得了了，共产党就要来了。哦，哎，太太，您坐下说吧。老裁缝，我们老爷人缘太坏了，外边都是冤家，这下我们只好逃走了。是是是啊。你想，我嫁了他几十年了，也没享什么福，一会儿又要跟着他去做难民了，什么东西也不能带着走。我的命好苦哎，太太，您就别难过了呀，像您这样一个好人呐，老天爷一定会保佑您的。老裁缝，我也只有你这么一个心腹人，今天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有什么话您就吩咐好了。也不是别的，我这有点东西，想托你替我保管一下。啊，是是是，这儿有六个箱子。哦，这包东西是我送给你的。太太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一点小意思啊。哎，不不不不，您救过我的命，我报答都来不及，怎么还能收您的东西呢？你要是不肯收下，那我就不敢麻烦你了。您要这么说，哎，我得走了，老裁缝。哦，这几只箱子你可得好好替我当心呐。您放心，您放心好了。哎，我不送您了啊。凤英啊，爸爸，师父，
你们都回来了。爸爸，您一定吃了不少苦了吧？哎呀，我差点给他们抓去枪毙了。师父啊，我太对不起您了。还好还好，后来幸亏赵太太帮忙才把我给放出来的。赵家他们怎么样了？赵老爷跟赵太太他们都逃走了。哼，便宜了这批王八蛋。哎，你不能连赵太太也骂在里边啊，他待我可真好啊。师父啊，这是我妈自己做的风鸡，送给您下酒的。那太客气了呀。凤英啊，你们一路上还太平吗？好极了，解放军待我们老百姓啊，真像自己人一样。我们从来就没看这么好的军队。嗯，哎，怎么样了？你们两个成亲了没有啊？啊？没有。哦，也好也好，咱们这回来个文明结婚，我好好的给你办一份嫁妆。爸爸，你胡说，你哪来那么些钱呢？我自然有啊。你不知道啊，你妈死了以后，我忽然在这箱子底下找到一笔钱。妈啊，她怎么会有钱呢？她这几十年来省吃俭用积起来的。你们肚子饿了吧？那去弄点东西吃吧。不，刚才我们在路上吃过了。哦，师傅，我想去看看王大叔。嗯，这次我们逃走多亏他帮忙。我跟你一块去。你们是应该谢谢王大叔啊，你们走了以后啊，他也给赵老爷关了不少日子呢。真的？是啊，现在他好了，现在他做了什么工会的理事了，一天到晚呢忙这个忙那个的，人家都叫他什么集体分子。哎，我马上就去。好。王大叔，哎，你们回来了。大婶啊，凤英，你爸爸可想死你了。王大叔，上次幸亏你帮忙，后来害你给他们关了不少日子，我们真过意不去。这没有什么，你们来的正好，这两天呢我们简直的是忙不过来呀。这是干什么？我们打算呢做点鞋去慰劳解放军，你们拿点去做好不好？好。根宝，我们把这一筐都拿去好了。那太多了。不要紧的，我们有三个人做呢，他、我还有爸爸呢。我们当裁缝的做这种活总比你们快呀、啊。凤英，我还有事情要找你呢。我们工会里头办了一个识字班，报名的人倒不少，可教员。那我来好了。好啊。王大叔，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？我也想念书了。来得及来得及，像你这样年轻小伙子记性好，念起来一定比我们强。再说你又跟凤英整天的在一块儿，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可以常常问问这位老师啊。下去吧。张根宝啊，我去去去去。鞋，你唱歌我拍手。鞋，你唱歌我拍手。你怎么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呢？太不用功了，回家去写50遍。李翠碧，你来写。你唱歌，我拍手，凤英，我已经写了30遍了，就马马虎虎算了吧。不，一定得写50遍。我帮你做鞋好不好？等你写完了再做鞋嘛。平常拿针拿惯了，现在拿起笔来可真别扭。你得好好的学，现在我们翻身了，做了国家的主人，你还能不识字吗？好，你唱歌我拍手。爸爸，你买这些干什么？给你们新房里边预备的。
你瞧你买了多少东西了，妈留下那点钱难道是用不完吗？你不用管了，这是特等货呀。哎，你听听这里边有嗡嗡的声音吗？是吧？爸爸，你也来做两双鞋吧，我怕来不及了。谁让你揽了这么许多了呀？又赔功夫又赔麻线的。你真是的，解放军为我们吃了那么多苦，我们替人家做两双鞋还不应该吗？好好好，反正总是你有理。我这眼睛越来越不行了，哎，这口饭我也吃不下去了，赶明儿把这铺子关了算了。干嘛？你想啊，有钱的人都走了，我们做什么生意啊？爸爸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给有钱的人做衣裳呢？是啊，师父，等全中国都解放了，我们都有好日子过了，那时候大家都要做新衣裳，我们忙还忙不过来呢。好好好，反正我一个人说不过你们两张嘴。嗯。你才念了几个月的识字班，就能自己写信了，你真有出息。那是因为你这个老师好啊。得了吧，哎，你念给我听听嘛。母亲大人，师父决定叫我和凤英妹在下月初八结婚，并叫我写信给你，请你马上动身到此地来。下边还写什么？你就告诉他，这封信是你自己写的，不是我替你写的。哎，他知道了一定很高兴吧？嗯。哎，你再告诉他，叫他也不要做什么新衣裳，我们这儿有现成的。现成的？嗯，我妈不是有几件新衣裳吗？嗯，给你母亲穿一定合适。哎，我现在就去给他找去啊。找到了没有？啊，你不是给我妈找衣服吗？啊，找到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看我这样写好不好？师父，嗯，您怎么又买了这么许多东西啊？日子快到了，再不买就来不及了呀。根宝，你寄信去吧。哎。嗯，爸爸。嗯，你的钱到底从哪儿来的？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是你妈的钱呢。妈的钱？啊。那么她箱子里还有六个首饰箱，也是她的吗？别嚷嚷啊你！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才上楼去找东西，我都看见了。根宝也看见了吗？我没告诉他。千万别让他知道啊！爸爸，可是你一定得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赵太太存在这儿的。赵太太？啊。赵老爷、赵太太全是我们的仇人，你为什么还要帮他们的忙呢？你懂什么呀？赵太太是我救命的恩人，人家托我这么点小事情，我还能不答应吗？
再说，他还送给我不少钱呢。这么说，你给我办的嫁妆也是他们的钱了？是啊。爸爸，你这个人，你简直……信寄了，我妈大概半个月就要来了。哦，那好极了。哎呀，跑了这半天可真有点累了。哎，凤英啊，你去给我烫点酒来啊。哎，根宝啊，这个自鸣钟你喜欢不喜欢啊？啊？我是跑了好几家买的呢，这个真是太讲究了。来来来，把这个猪耳朵拿去给我切一切。哎啊，凤英，你爸爸待我们太好了。嗯，他自己从来舍不得花钱，可是给我们买东西总是挑最好的买。嗯，我总过意不去。你想，他攒这几个钱也不容易呀，他又不是偷来的抢来的。嗯，怎么了？你怎么老是根宝，嗯，你以为他的钱真是他自己的吗？就算是你母亲的，可也是你爸爸赚来的呀。他还叫我不要告诉你呢，可是我实在逼不住了。你说，他的钱呢，全是赵太太给他的。哦，赵老爷他们逃走的时候，把一批贵重的东西交给爸爸保管，一共有六个首饰箱子，爸爸全把他搁在妈的箱子里了。师傅真是糊涂，这是反动派的财产呢，应该去报告才对呀。是啊，所以我想跟你商量商量，我们怎么去劝劝他去。我去跟他说。嗯，凤英已经跟我说了。说什么？说赵老爷他们有很多东西存在你这儿。怎么全告诉你了？嗯。凤英啊，凤英，你这个丫头，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呀？我实在忍不住了。你明明知道赵老爷是我们的仇人，可你还要拿他的钱来给我办嫁妆，我一看就心里就难受。哎，这不是赵老爷的钱呐，这是赵太太送给我的，人家赵太太可没有亏待我们呐。师傅，您别管赵老爷赵太太对我们怎样，你应该想一想，他们是不是老百姓的冤家对头，是不是反动派？什么反动派不反动派的了，这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相干呢？怎么不相干呢？反动派一天不完蛋，我们老百姓就一天没有好日子过。胡说，这种国家大事轮着你管了呀？爸爸，就因为是国家大事，我们每个人都得管呀。得，我不跟你们抬杠了。可是您给他们保管的那些东西，您打算怎么样？你说怎么样啊？这些东西是他们从老百姓头上刮下来的，就应该还给老百姓。对了，爸爸，你应该到人民政府报告去，要不然你自己也有罪呢。嗯，我情愿吃官司，我不愿去报告。您不报告，我去报告。你去？嗯。把你养这么大，还把凤英嫁给你，我什么地方亏待过你呢？今天你倒反过来咬我一口，你不想想，那个时候你带着凤英逃走，害得我差点给他们枪毙了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，人家赵太太救了我的命，我可不能像你那样似的忘恩负义的。爸爸，别生气，我们慢慢再商量。酒快凉了。
刘大叔。怎么？你们都不认识我了？这不是小伙子吗？小狗子，你的腿怎么了？打仗打断了，我给解放军俘虏了，他们替我治好了伤，现在又把我送回来。根宝，你还记得吗？上一次他为了称你到我们这儿来借秤，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，想不到这会儿都成了残废了。根宝，你真运气，幸亏他们把你放出来，要不然你恐怕跟我一样。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把你害的。刘大叔，我跟你打听一个人，你知道赵老爷现在到哪儿去了？他们早就逃走了。逃走了？你找他干什么？我要找他算账。你们知道吗？他和王党沟通了，克扣我们壮丁的安家费，在我们每个人头上赚了5担米。怎么，真有这么回事啊？可不是，他发了大财了，他一定把钱都带走了。真便宜了这个王八蛋。师父，您听见了没有？赵老爷钱是从哪儿来的？还不是拿人家性命换来的。劝他，他一定会明白过来的。刚才他看见小狗子那样啊，他心里挺难过的。你没看见他脸上的神气吗？哎，走，我们上楼去看看他去。爸爸，你还在生我们的气啊？其实他也是为你好啊。根宝，跟爸赔个礼吧。你说呀。师父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你还不肯原谅他？那你一定是不赞成我跟他结婚。我还能管你们的事情啊？现在该轮到你们来管我了呀。说真的，爸爸，你刚才看见小狗子那样，你心里一定也很难过的，是不是？他弄成那样啊，全是给赵老爷他们那种坏蛋害的，骗你还帮着他们，替他们保管财产，你自己想想看吧，你这样做是对的吗？人家看我靠得住，才把东西交给我的呀，我总不能对不起人家呀。你要是对得起他一个人，你就对不起大家了。不管你们怎么说吧，我总觉得呀，一个人做事情总应该有点道德呀。啊，道德呀。师父，道德两个字不是那样讲的。前两天杨政治委员到我们工会来讲话，他就说对一个坏蛋守信用讲义气，这是一种封建的道德观念。对了，一种封建的道德观念。师父，现在的道德又是一样了。他说啊，为人民服务才是最新最好的道德。对了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所以爸爸，你要是把反动派的财产拿出去交给政府，用在老百姓的身上，你这样做啊，你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。我得好好的想一想啊。根宝啊，今天初几了？初三。初三呢？初三。哎呀，还有5天你们就该结婚了啊。你妈怎么还不来啊？我想这一2天就要到了吧。哦，那凤英呢？在厨房里。把她叫出来，让她试这个衣服。
哎。师傅叫你去试衣裳。哪件衣裳啊？哎，就是你做新娘子穿的。等一等，让我做好的汤团。怎么你还会做汤团？哎，跟你妈学的，她说你顶喜欢吃汤团。真的，你妈怎么到今天还不来啊？连封信都没有。说不定明后天就要到了。哎，你去问我爸爸，他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啊？好。那师傅，您问你吃甜的还是咸的？什么甜的咸的？汤团儿。汤团儿啊。哎，凤英怎么会做汤团的？是我妈教她的。哦。呵呵，信。宁波，是我妈来的信。哦。凤英，凤英。哎。我妈有信来了。你自己看好了。妈一定是走不开，不能够来了。嗯。怎么了？信上怎么说啊？信不是他母亲写来的。哎呀，我知道他母亲不会写信的呀。这是他邻居写来的，他母亲已经死了？得的什么病啊？不是病啊，莫名找的飞机到乡下去轰炸，把他母亲也给炸死了。啊！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仇恨。我自己给他们壮丁抽了去，差点送了命，没想到我的妈还死在他们的手里。我恨不得把这批反动派一个全都宰了。茶吧，爸爸，你上哪去啊？我要把这东西交出去。我应该交到什么地方啊？你已经决定这么做了。我真糊涂啊！我还帮着反动派做事情，可是他们今天拿什么来报答我们老百姓呢？炸弹呢？他们明知道这一辈子也不会再回来了，就发了疯似的乱杀人。根宝啊，你说的话一点也不错，反动派一天不打倒，我们老百姓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哎呀，我真该死哦！我从前还替赵太太放利息，在穷人身上刮钱，我简直不是人了！我，爸爸，你别难过嘛，你只要明白过来就好了。根宝，我们陪爸爸一块儿到人民政府去。刘先生，你能自动地把反动派托你保管的财产交出来，这样做是有功的。根据人民政府有功必赏的原则，我们预备把这些东西鼓一鼓价，你可以拿到一部分奖金。回老爷的话。哎，现在没有老爷了，你坐着说吧。是，对，同志，这笔奖金我不能拿。我跟您说实在的吧，我这良心上已经对不起国家了。哎，当初他们把这东西交给我的时候啊，我就应该嚷嚷出去，让大家伙把他们给看住，不让他们逃走，那才对呢。不要紧的，这些反动派到底是逃不了的，哪怕他们逃到天涯海角去，最后我们还是要把他们抓回来的，交给人民审判。关于你的奖金是你应该拿的，你还是拿吧。
不，我不能要。你要是你们一定要给我，就请你把我这笔奖金呢、去造枪炮，啊，替我们多打掉几个反动派。反正我这笔钱我是捐给政府了。你也用不得捐，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办法，你可以把这笔奖金去购买人民胜利这是公债，一方面帮助政府把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早一天肃清，一方面也是替你自己储蓄了钱。哎，这个办法好极了，这太好了，这太好了。刚才我已经介绍了很多热心购买折氏公债的同志，现在我再介绍一位刘金发同志，他本来替反动派保管了一笔财产，后来他觉悟了，他自动把这笔财产交给了政府，并且把政府给他的奖金买了公债，他这种举动也是值得我们表扬的。现在请刘同志站起来。现在我们的余兴节目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看戏吧。腰横玉带紫罗袍，赤胆忠心保国。这回又叫好，给人听见了不像话。四海腾腾亲生平，锦绣江山砸大命，满朝文武尊杂贵，何必西天拜佛成。好，这回我可没喊。今天的戏也好，我们坐的位置也好。要是从前呢，我们一辈子也别想坐这么好的位置。从前呢，从前是反动派的世界，现在是咱们老百姓的世界。春花。